不能着急买，越来越多了。你可以在我直播间，可能100多左右，是吧？等一下，可能就去到100。食人上嘅应该唔多。我哋啲嘅其实唔多，我哋啲唔可以。再一次当嗰啲人用。是没光，还是看不见你的那个镜子？拍错脸不好看。咁你睇我，我睇我啦。或者你睇翻即系两个光声都光。啊？咩事？咩事？你睇佢咯，冇事。OK。冇事，呢边冇事，呢边冇事。翻工作，翻工作。你再，我再矮一点，然后你。一分钟每一个，一分钟一个动作，拍两张。唔系你而家啲光线好咗就好容易搞啦嘛，系啊呢啲。我后面像什么东西？我的尾巴，等一下。我的腰不能过来吗？好的，尾巴帽。稍微，跟前少少。我是害羞的。哇哇哇！哇，欢迎直播间的朋友啊！哎，广州模特摄影经理娇娇关注了主播。哎，他们我们我是啊，个舅舅啊。OK， 好吧，舅舅先。啊哎。好了，我也啊，当然弄个狗头出来，我知道了啊，我知道了啊。我去，完全打。来，过来看玉，我们刚过来看玉。来，有玉，你看两个玉，老朋友，哎，有个玉，嗯，哎，这样，嗯，那个手这样。我把手出去。哎，这样，来，挪过来。你过来，我是谁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远头好难。这个头抬高一点点，再高一点点。来，稍微看一眼这边将军。好，这边来一张，这边。好，一个闭气眼睛，一个闭气眼睛。好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边眼睛，这边。另外一个闭气眼睛。OK。看一眼这边，看一眼这边。没事，有阴影先脸瘦。二七，好，还有三分钟。好 ，OK 啊。OK， 闭眼睛那个，头抬高一点。还会有好几次的创作项目。
好死啊！上一位大佬嚟咗未啊？下一位唔理佢啦。哎，我有呢個道具。呢嚿都睇出，睇出邊？嚇！嚇！點解？點解呢嚿嘅咧？係真道具。你講麵包，你講真道具，你咪真係玩入腳啊！係啦，係翻個東西。冇玩啦，有啲咁嘅嘢。就係呢個，咪問問佢。中間是一隻手。哦，這樣中間是還有兩隻手。OK， 就贏。中間，哇！你玩到咁樣，中間兩邊，對對對，我中意。拍幾張啫，我又唔食。我中意。哎，真係，我都話影幾張。即刻啊，粉絲福利。哈哈哈！你做咩啊？你要搞咩活啊？冇。什麼獎什麼福？三文治，跟住兩個粉絲福利。哇！你咁大，那你這個直播會玩的。有点像玩，嗯，要把那个什么地址派过来，粉丝福利。干什么？凑几个人啊？这是在干什么？啊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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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看一下这里。哦，它这个没有那个香味了，它这个是。把瓶机动都 OK。其实试下吐一下水，很爽的。顺便再来的。我没看你。看一下这里，这里啊。A W B 都打开。OK，撒花撒花，大家给多五分钟，然后第一场的跟第二场的先拍个大合影，然后再第二场。可以。买撒花定撒水？撒花。撒花，我不害怕了，真的。撒花可以买。至少八个发。我搞咩 ？OK。撒什么撒？直接。我撒花咁样揈我哋花牌就。点样啊？即系咁啊？系啊。你撒喺中间，直接呢度捉卡我嘅嘴。得噶啦。哇！连发咁样。即係係咪咁啊？好掟過去啊！你咁樣，向上拋，向上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明白。你哋準備好未 ？Ready 好我就嚟。你靠近 ，OK 就呢個動作。你哋準備一、二、三。哇！你唔玩有風扇仔有冇風扇仔？我覺得有冇嚇？風扇好啲。擋住啊！啱啱擋住。風扇啊！佢個咁樣。你要連拍㗎嘛，大佬。我再嚟唔緊要，再嚟唔緊要。嚟，準備下。唔好玩啦。俾一個喺呢邊啦，唔該。有冇人啊？我嚟。有冇人啊？得唔得？兩邊。嗯。有連派，唔得啦，有。左等慢点。有点烧。粉丝团啊，左等慢点啊。有点那种高音。好，嚟。我当我呢位，先。冇事，我哋要关得啦。系多谢黑，多谢黑。我係咁會入鏡喺度，冇 OK 嘛？嚟好未 ？OK， 一、二、三。佢冇咁曬。大片，得唔得？有冇出？出唔出到？有啲有啲龍傷啊。OK， 係嘛？有啦。OK， 有好。打水點？打水。它不是有個噴霧嗎？它那裡不是有個噴霧嗎？點啊！你想玩咩？哦，噴霧。唔係太平線點？有冇啊？等等加燈先得㗎。吹一下。咩啊？就咁等。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冇必要喎，噴水。冇必要加燈先得。等下。加燈都冇用啊！你做咩？燈先㗎，最緊要。都得嘅，佢要啲水咁樣反光出嚟，拎下。今天没有八百张对吗？八百张，起码要一千啊！不过20张，你个快门有点温柔哦。起码要一千啊！我看一下上面。你如果係嗰個大師全場連拍嘅，哇九百幾啊！九百幾都好上一千啊！哇，好多人啊！紫头发那个是哪个？紫头发的可以，这个紫头发老师先是什么？我们问一下紫头色的玉啊，很玉。我们问一下那个老师啊，孟琪老师。脚丝旁的琪，听到了吗？男的吗？什么叫男的吗？他们会说话的。来，老师，他说你男的，来。不会啊。
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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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呀、啊？谁说男的？拖他出去。ID 记住。泼水。来，把他出去淹淹一下，再淹一遍。哦。手就行了。手就行，手就行。手不要。那我们要怎么办？两边一个左。抖音号，抖音号，等一下，我们把老师的抖音号给你们一下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可以慢一点，就是慢慢的往上拨就好了，不那么大力，不那么快。快点拍。那我们等一下把老师的账号给你们，那稍等一下老师在营业啊，我开源拍啊，不用太大力啊。然后家人们，我们点点关注啊，点点赞，我们用我们小手指点一下赞啊，有礼物就说一下小礼物啊，支持一下主播，不是我的号，是主播的号啊。其实用脚轻轻扬一下就好。对呀、啊，慢慢。对呀、啊，他们，你的脚轻轻的揉一下就好了。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对呀、啊，屏幕上都已经先说了。一二三。哎，可以。对，这个 COO 是谁？雷电将军吗？哎，谢谢小星星，谢谢小星星。好的，来，有没有抽到小礼物的？就是去隔壁家的那一些，就是抢到小星星的。那我们过来送一下小星星。哇，直播间太多人了。那不如直接这样。这怎么反应啊？哎，你们两个好水，这个直接，那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收着。好好好，你看，哎，开始重头戏了，有点粗鲁，没有啊，他没有粗鲁，你看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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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放大一下老师，你看，老师要，你看假装喝酒，你看，哎，好吃，自己后期加水啊。后期加点酒，别让我破功了。雾去掉，那个雾其有点，啊要这个雾啊，没有这个雾没有灵魂。那个头不用转过去那边，对，转哪边？这就转右边一点点，向后仰一点点，啊，反正就是。对，你靠近一点那个屏。好呀。好。OK。你这是要灌吗？我也觉得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好我都唔使。唔係，我哋會打個麥頭嘅，不是，願意的就上去。啊，對，願意的可以上去一下，對對對。我就不去了。好啊，可以。來，我們願意的去上。你直接在那個圖上面拿那圖壓筆畫幾個圓圈標人字啊，畫幾個小人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可以标，其实可以干什么？大师在前面，比如说举着手机相机，我们直接先试的，来拍一个，就是用拍你们两个。来，我们先。没明白什么意思是吧？对。就是、哦，我想说，他让你个经典的救赎，他趴在这里，然后摄影师在后面，你去救他。来、你的救赎。魔走的救赎。那讲真话，现在如果我把好像要亲了。OK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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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ay, 你们要不合照的没有的话我们就准备下一场了。哎，有人加我。好，我在。呆滞。还懂了。我休息一下吧。卡都没了。他这感觉跟上海去。卡都没了。空调不太够啊。好，我们第二场准备一下啊。空调热呀。人的问题来交给你了。我们先补个妆鞋子吗？来，我们先补个妆吧。啊，可以可以，来交给你了，拔掉。控场啊，你的直播间啊。拿到地图就可以。给自己打个光吧。好多人呀。哎，坐下休息。怎么那么多人呀？刚才有差不多一些。真的吗？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宝宝。那我们先去补一下。我们休息五分钟吧。可以啊，要播 CF 的广播中，要播 CF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耶
烟机记得加水。什么叫烟机加水？我感觉那个烟机它整天飘到上面来，好像在下面会比较好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天哪！有没有大哥给我送礼物？思考，我要换一个背景。啊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啊，他给我送了一个苹果。哎，掉了，要把它闪现，因为我想转到这边来有光。有个光，这个光肯定不好。这个光错光，这个光好丑。这个本来是给灯。有没有一个好看的光？现在手机要充一下电。睇到你个 friend 啊，对，是群友。今天的活动都爆满了，这棚子真不错。在你附近，在迷你岛的附近。这个是富贵喵的摄影棚，上次给迷你岛打了好多广告，今天给富贵喵打，欢迎大家到富贵喵开始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喜欢主播的可以点一下上面的小黄心，然后加一下粉丝的灯牌。现在点那个小黄心的话，你是特别靠前的一个数字。那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特色经理娇娇，这是富贵猫的老板。这是富贵猫的老板。对，我们关注一下他。哎，谢谢，他们给我打了个光，感觉这可以拍那个打光变装的视频。欢迎我们邓哥哥，邓哥哥也来了。邓哥哥这么晚还来直播间啊？有人在放原声音乐，是的，是的。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喜欢放点音乐，比较有 feel。你是打工的，你是大哥，你是我的大哥，32级的大哥，咱第一次见这么高级，紧张。32级是意思就是32级什么飞机？是不是送了飞机来哥？送飞机，关注了很久。不是，他不是我的32级，他是那个对别人的哦，他是别人的吗？众多等级，别人的大哥来我这儿了，看紫色那个，七哥哥是46级，什么概念啊？天哪，我第一次见，超出了我的想象。T 哥哥可以关注一下我吗？还有娇娇也可以关注一下我。现在关注的话就是老粉了。你要怎么刷？我大概一个月前是300分，300个。如果要干什么的话，就要自己看。都可以啊。这个后面是封闭的。来个中。对，它就是整个的。最多两个，买最多两个。然后被封了。然后接打一个奖品单，再打个好评，打个灯牌好。那个叫财富等级。你的财富等级也好高啊！三个先，想给自己开个美颜，要不算了，不开了，就这样。因为这光不好，然后会看见我的法令纹，如果不开美颜的话，看看玉，等下就被封了。等一下可以看，等一下离远一点，就是对，等一下离远一点可以看。谢谢春不许的关注，走了 ，Dam 哥哥走了。老板是998老师，998老师是什么呀？咁样就可以打埋个背景。除鞋，拍，我除咗喎，脱掉了喎，谢谢，谢谢1974的关注，欢迎大海 Ocean。大海 Ocean 平时的话，你的名字也是，就是你的英文名是 Ocean 是吗？然后你的名字可能会带个海。我名字也有那个。谢谢1974的关注，谢谢对你的想象关注主播，谢谢想象哥哥。这个好可爱啊！哎，打了光就是不一样，我一下就变成一个大 V 的感觉哦。你本来就是大 V 啊！啊，你已是大 V 啦！没有啦，这么一点点粉丝。谢谢小柯关注主播，可不可以点个黄色的灯牌啊？好啊，他放紧边个号啊？加好加。可以给我点个小黄的灯牌吗？给我点点赞也可以。真的很重，因为它这个灯乱七八糟，它现在就对中间打。你过来嘛，你想走过来一点的。没有，我说他过来一点。这样吗？对啊。没有，我说你刚。是的话，那没辙了。
快蹲下。快给我截个图，先给我截个图。谢谢西西的关注，看我的雷神老婆，好喜欢，他是我最喜欢的 model 啦。叫你们群里啊？对，这个是群里的群友。哇，这个拍的好好看。什么是？为什么我没有？来一张，现在来一张。那我坐，我坐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就拍半分。哇，好好看，无敌，把自己给抢掉。肯定好吃，这个也好吃，也好吃。哇，你试试吧，这个好。是不是很棒？救命啊！补妆，补妆，等一下 ，hold 住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，申请一下，申请一下。你要补妆，你帮我 hold 住 ，hold 住，你 hold 住，你别动。我 hold 住，我穿个鞋。啊！快点，快点，你 hold 住，来来，给你的。hold 住，我聊什么？人家问你，有问自必答吗？这是不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是什么呀？僵尸有个约会，没看过，很久了那个片，哎，九几年的时候的，九几年我还没出生呢，有最新有一部有个半拍，好像是97、98年的时候的，97、98我还没出生呢，对，那个第一部，那好吃吗？肯定好吃，你也是你，那好吃，所以要关注。加油呀！谢谢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是吗？这是什么等级？这是23级吗？哇，谢谢你。46级的才是大哥。那给你赞一个。大哥很有钱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大哥，这个大哥已经过10万了，我告诉你消费。什么？主办博活动？什么？他说要复刻这个吗？老想拍，哦，他想让你复刻下一次，想拍一下。那你关注一下，那你关注主播呢？主播告诉你什么时候复刻？他有吗？他是群友啊，关注你，他应该有关注你。哎，你看刚刚这拍立得拍的贼好看。多少给人家打人的，我已经尽量在拨弄它了，但是还是有点粗糙。干嘛真打？我真的觉得这里的光不好看呢。等一下，我磨一下呢。啊，你买了个五元吗？买了个五元，手好像是磨皮太重了。啊，你这应该普通的，稍微好像好一点点，但是也没有好太多，我感觉。快点，把我的妆什么的都磨没了。啊，你省了。可以。我自己买的。我的武器，我的武器，租衣服的时候没有给我，我就拿不了。我也没有鞋，掉了。咁你翻墙去，我送唔到。咁耐嗰个你。我快就掉了，哎，怎么要抢到？
来现场拍小姐姐啦。我也是说头饰是歪的，你。在这里，我给他拉上去了很多，然后他还是长，他会乱跑，没办法，我尽力在挪他了。另外一面不背光，这个是另外一面，哪一面？这一面好像不吃妆，但是这一面好像也怪怪的。这好亮呀，为什么你？没有关系的，可以不调它了。谢谢观众。我在干嘛？我真的觉得这刘海好奇怪哦，但是我没办法弄。试一下，俏皮的吐下舌头。这个我擅长呢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我自己的抖音里面我全是这种。是吗？再来一次。哎，对，很好。哎呀，这角度看得我好难受啊！老早啊，真的很 Q 不是这个衣服它租很困难，只能说。然后它没租到神鹤的衣服，所以拍了电商剧的。但是它这个这假发很一般，我只能说很一般。然后我尽力在弄它的，但是。只能这样了，而且我也不好帮，不好去剪它的，因为它是粗的，我怕它扣押金。手太小了。给你看看，什么中医刚那一下子都检查出来了。根本就无用，我仲要出嚟，你后悔唔系？唔系啫。第二场还要等一会儿，还要等一会儿才开始。谢谢观众。这个是裙子吗？不是，它是裤子。这是裤子。然后它这一层是一个腰封一样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真腰封，它好大，它一直在这放着。即係落雨肯死衝噶啦，兩個係咪？病咗，佢兩次落雨我都去咗嘛。我驚有個就佢撳，唔係佢嗰個水缸，水缸嗰、那個。好像水缸嗰個，佢試濕咗落雨水，真係忠實粉絲。自拍管，好新的思路啊！第一次知道，下次試試。是梦琪，不是木夏，是梦琪。現在看看眼睛。起来了，反正我现在看这个假发很不顺眼，但是我也没办法。Sorry， 他说违规了，我忘记了。Sorry， 没有。穿这样还违规？可能衣服太大了，可能是。主播近视，我近视啊，但是我现在戴了美瞳，我就不近视了呀。我的号多少？我的号，我在别人的直播间里面发我的号违不违规的呀？你刚刚不是已经发过一次了？主要是他刚不是挂了？他那个是发评论了。发了。我想你把你那个二维码直接打上去，给他。你发个二维码给大家试验就好。哎呀，镜面了。
保存吗？晚上十二点。十二点坏。我人真好，我也是说呢，我人真好。哦，不是说我呀，那我难过了。没了，当然。咩嚟？我直接问得得咯。你咁嘅你？咁样系咁样。我唔做呢个咩事。我直接问。但是其实我的号也不是搞二次元的呀。我那天我的号超奇怪的，就我平常都是发深圳复刻活动，我马上要回成都了，我是不定期掉落的。川妹子是吧？对，我要回去上学，我读书啊。哎呦，水灵灵的大学生，深圳复刻，哎呀，估计得等到国庆吧。我猜得到国庆。真的喜欢开眼睛，你们别闹。没事吗？他的眼睛啊，好可爱。对呀，开工可以吗？开工。等你啊，可以等你啊。干嘛？不是可以先拍他吗？哎，还有这么多人呢。啊？为什么在唠嗑？我等着你回来。啊！你这好会呀，你怎么还会唱这个？哎，你看嘛，哎，这个这不可以，放这里。你那个鞋怎么放这里的？我忘记了自己脚上干嘛了？不行，还双人吗？双人啊，直接双人吗？你可以先双人也行，单人也行。双完以后再单喽。嗯，好。那你们两个都在。好，你们说。都可以来一个拉姆雷姆那个经典。什么雷姆啊？什么拉姆雷姆啊？没事，我是你想什么？这哪能做的？拉姆雷姆不是有个坐的姿势吗？是一上这样子。他上吧，他。位置小心点。没事，他那个坐的。但他那个不太好啊，我打不打赌？不是，主要是观众他们要看玉，对他们要看玉。来，我们哥们有几个哥们来学拍学摄影的，来，哥们，我知道你想学摄影的，来，哎，对，哎，我们学摄影的，你看我们，哎，等，后面，太重了，对的，没错，有几个哥来学摄影的，哎呀，我操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你看。哥们都来学摄影的，哎，我们要给大家来学摄影的机会，来，我们把镜头给推过去，对的，啊，不许狗头啊，不许狗头，看我这边下面两个影像下面，对，没声低一下头，哎，我们给多一些机会给主播，啊，默默看，默默学，不要说话，慢慢欣赏。来，我给大家绝对领域，绝对领域，你看，合格吗？各位合格吗？合格吗？这可以吗？来，没人说话的吗？都观看的吗？来，我给你再扫一遍，夹鸡腿是吧？来，我再扫一遍。看着，哎，我来，对，来，就是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哇，可以吗？哎，可以吗？来，兄弟们，来送个小星星给我，给个小星星给我，快点，我都给你们特写了，你看，别说夹鸡腿了，哎，学到了吗？我们的运镜。哎，对，哎，谢谢小星星，这样，谢谢小星星。你看，还是大哥好。来，我给你们搞一些特写。来，我把手机拿走。没能吗？不用，来，我给你们好。你看，微笑一下。你看，哇，你看，这个姿势好。哎呦，好。
好看好看，好美。咦，好啊好啊，这个运镜，咦呀，加分。哇，你看你看，哇，你看，好看吗，各位？来，好看就点点赞啊，送起礼物啊，不要停啊。来，我给你，来，我们继续看剧，来，我们继续看剧啊，我们继续看剧，来，我们看剧。来，我们继续看啊，来这里开始，来脚趾，你看他的脚趾都歪的，来，一，喂，哎，太多烟，我操，烟太多，哎，你看老师都有点累了，你看，对，你们这群人来赶紧学习啊，学运镜啊，学好了没有？学好了，下一堂课开始了啊、哦，笑死。来，仙气飘飘的运镜，来，对，没错，来，我们一起看主播啊，你看，哇，你看，我们好像没有看主办佛的玉啊，没学，来，再来一遍，好，等等，你给我送个小星星，我再来，给来一遍，来，有没有小星星？有没有？有，我继续来啊。快点，小星星啊，没有吗？你们去别的直播间抢到那个小星星都不送呢，我很难运镜哦，交学费啊。好看，来，我们继续交学费。哎，对了，这就行了嘛，对呀、啊，有小星星就好。来，我们继续啊，来，再试一遍啊，来，我们先从这里开始。哎，不对，有点，对，哎，有啤酒，对，你看，你看，哦。可以吗？你看这个角度，这个运镜可以吗，兄弟们？对，兄弟们说要看玉。来，我们慢慢来，我们来，我们从下面脚趾。对，一二三，好，老师看镜头。哇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是吧？可以吗，兄弟们？你看，哎呀，有小星星，有啤酒，哎，谢谢哥们，太好了，哥们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哎呦，你看，哇，把你们电死了，哎呀，不是雷电有电呢、啊，哎呀，绳子也有电了、啊，哎呀，我们的电，哎呀，不行了，哎呀，我要晕了，哇，太贵了，哎，对，没错，哇，不行，哎呀，有点上头了，哎呀，上头了，哎呀，不行，哎呀，有点晕了，你，哎，我们隔壁的小姐姐都要晕了，哎呀。哇，你看，哇，这牙齿，哇，不行，哇，太亏了，哇，你看，不行，小心虫云啊，小心虫云啊，来看一下这边，对，哎，你不懂的了，哎呀，你不懂的了，兄弟们才会懂啊，小心虫云那是，兄弟们。小心虫云，能不能去现场看啊？现在不行了、他们要准备下班了。你过到来都应该都下班了。先生，他往前点吧。应该你过到来，应该我们都下班了。哎呀，我有点累了。落个架咯。等下看下这边。哇，咁浪漫嘅。这个直播是从头到尾。对。来，我们夹起来，我要休息一下。然后我们这个姿势的话，每天当中有三招吧。来，继续看，我们继续看玉啊。就有三招了。那我呢？你就往后仰就好了。对，然后他一搂。谢谢大哥的啤酒小星星呢，能不能送多一点啊？这个号不是我的，这个号是主播的。等一下，你们姿势怎么样？提前的话。我们下一次还有一个神秘嘉宾是这一位神秘嘉宾啊，下一次轮到他啊，我们的神秘嘉宾，现在他还没有变身，对，这个是雪糕王。这小狐狸不够媚，他刚才好媚了，已经。出来外面，对，我怕他掉下去。小心掉。没事。一直搂着我，他我会往后拉。OK， 三。
谢谢波奇酱的大啤酒。哎，这么快就榜三了。我都赶了。怎么样？打蚊子吗？没有，他是有的。OK。你看我们的主播。我直接以后面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但他主看背，所以要打，先把打背。其实。他面有啲挡光。对对。哎，这个背满分。谢谢，真好看，薯条的真的。对，蹲下回，哎呀，蹲下回，蹲下抱腿，我蹲下抱腿，蹲下抱腿啊！这个背不去拔，拔罐太浪费了。哎，你这个话就说的，就是太完美啊，没有几个洞是吧？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哇，这一下不得了。直播的话出现的话有没有问题？哪个？请大家关注一下他一米钟。然后抬到了一米。好，一米钟吗？不行，这个不行。直播了。哇！有一点点，有一点脚趾头。这个是你，我没发现你变装凉了。这个变装凉了。这是我的。他是他的。没打算跟你抢啊。明天你去不去 CP？ 去的。约。你要跟我约，我跟他一起。行。我们的装凉了，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大波斯啊！我只会这个。你以为他是化妆师啊？啊，这里有个化这哇，洋葱的大波斯，装凉是谁啊？装凉是一个过万的主播，过万的主播，对他也是个主播来的。还有哪有播？啊，没有播啊啊，博主博主，嗯，博主。你是广东的？啊，开玩笑。搞这样了吗？OK 的，我不管，我只是拍照而已。哦，可以，这个，我发录个视频吧，这个我还是不错。谢谢娇娇的灯牌。哎，你这个不要提，这么八重神是水的，是水啊，这个是水来的，这个是水，不是雾来的，真水。谢谢灯牌，给老师关注一下，回关一下。开玩笑不按场，是不是要 VIP 观看？阿娇也在，不在呀、啊？阿娇没在呀、啊？阿娇没有在。我边都系有啲暗。没有下半场啊？哪有下半场啊？想看想什么想什么？没有。大哥，我点样开啊？这个啊，对，多少少，打个会员档咯，打个。唔系，因为佢而家佢左边面暗，佢右边面暗。得唔得？够唔够 ？O K。够唔够？系啦。调呢个，佢廿三点啦，要调咯。系啊，冇办法咯，只有调。加个黑油。我要加个黑油。我你黑人唔同。我嘅啫。我唔系杨总，我冇黑油。你系知人讲话 ，O K。哦，你就系有咩猫嘅？我不是杨总，我没有黑油。
脚板底确实黑。啊，他的他站在那里是红啊，不是黑啊，是红啊。他累了，想起我哋有武器，系啊，有啊，有啊，雷电将军嗰、那个嗰把剑啊，有啊，有啊，老婆，老婆，你入边有咁多老婆？神子的武器，哦，系啊，佢除咗呢一个，好似仲有一个系嘛？我唔知道有冇、啊，哎呀，算啦，唔攞啦，下次先啦，仲有下次嘅，放心，下次会再一定会再过嚟嗰个行嘅，因为仲会嚟嘅。一个过多一个月到了，一个多一个月左右。我那个扫岗体检呢？这个不是体检吗？你们也认得出吗？这个是体检吗？啊？对呀、啊。太激动了。这个不是体检吗？你这个是有充电的吗？还是说你这样？啊？有没有有没有顶起那边？没噶。哦，妈的。没噶，但我有，但你可以放心，爸妈。将军有一把剑，我刚刚拿过去啊，系啊系啊系啊，唔该晒唔该晒，唔该晒你。工业区绝区连，哦，喺工业区嗰边啊，哦，我知道。背后我未认出来，呢度系庙富贵庙啊，呢度系富贵庙，这里是富贵庙的摄影棚啊。这里是富贵庙的摄影棚啊，对大家想过来棚拍的话，可以过来富贵庙那里关注一下富贵庙，或者是关注一下经济娇娇。啊，我是不是没看错啊？雷天将军在打坐，你看他在群那个。跑啊！没有，他应该是那个，应该是一直讲在叫。但是他这样打就可能更舒服一点。T 姐好漂亮，他说你好漂亮。那个。谢谢，可以关注我吗？我想要个小星星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他说要小星星，他也没多高要求，充个一块钱送够十个给他。来，下面叫。对我们充够 T 姐好漂亮，送多一点，送多一点。讲到口水都干，先得个3.8，哎呀，好惨，好惨。我们现在有3794个粉丝，看今天晚上能不能破3800，就靠你们了，要看你们了，加油加油，开播就看，关播就上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可以这样啊。尽量吧，因为这个它应该是有点浓，它是有缝纹，这个不错的。嗯，对，你说的对，姐姐什么龙啊？庄龙吧，庄龙有点红。哦，真的是。哎，哎，猫咪屁股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夸奖可以，冲你不行。大龙你真系比较中意钱多啲啦。我都冲你了很多了，不够还原，不够还原，怎么不够还原？怎么才算还原？怎么才算还原？来，你来，请教一下大哥。哇，敢跟着接台的。唔系啊，我放嚟得啦，我放嚟得啦。咁样就少啲烟啦嘛。就短裤好可以落水啊！T 姐太清纯，不烧，哈哈。没有啊。我望上嚟，我望上嚟。哇！得，
似個姿勢望我呢邊下單。怎么可能？怎么这样说话？声音小点，等一下他听到，他背后嘘嘘他，他已经看到了，他默默的在生气了。不要生气，他已经默默的看到了。你點解落咗呢度嘅？唔係專登㗎，專登㗎，專登㗎，太多煙，太多煙啦頭先。其實我係咁樣㗎。你唔影嘅？我唔使住，我唔使住。我你哋影曬先，最後我做。我是啊，现在已经
你自己都忘了。天哪！这个上金是什么？换一个，换一个上。我也能找到，我要手看。你也会化妆？我是没找到你。哦。我也想这个吗？去我的镇了，我来去里面了，我来去深圳了，今天跟我一起，这还没帮忙吗？干这件事情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这个。谁在那里说什么老是出 cos 那个 cos？ 哎，这么熟悉的，好像是我粉丝哦。给我看到我的粉丝了啊，粉丝，那个老是出 cos 吗？这个 pass， 是我粉丝啊，是我粉丝啊。pass 是我粉丝啊。不要不要搞狗头了，我知道你是谁。队长呢？刚刚尾的时候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哪里来的？哪里的？好厉害啊！这么给力，我觉得。干嘛？你讲的。太厉害了吧，哥！你包出来的。哈哈哈！我给你讲，这个。封建人啊！那个大话西游里面的，来说说，我先。都 OK。哎呀，好帅呀！不像哦。怎么样啊？我帅的呀。你们俩。不要这样啊！今天哎，你要是给你，这个 T 姐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刚休息。可是我这边光好烂。哦，他们两个，哎呀，那我甲方往这边，够了呀，够了，他有点往后移了，他这样。是的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别叫老铁，你知唔知其实呢啲系唔同嘅？我不是老铁。BGM 嚟嘅呢个系。我有啲想叫你。呢个 BGM 真系好奇怪。有点想同战斗风。溜溜溜溜。想点？开换。你有刀啊？那个刀没看中我，应该是后面。能不能脱了？这个刀好像插错了。不用再转了吗？它好像很。男的，女的。男的，男的。能脱的话，下水，然后就是做动作。你要问一下模特能不能下。他问你，他问你。那就是不能，懂了吗？我这边这个活动就是要脱鞋，要拍照，拍我就好了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因为我是想拍的比较大，我怕位置不够，那就让他蹲一点，可不可以？看你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他跪一下，然后蹲一下，可以吗？或者鸭子坐一下。或者鸭子坐一下。怎么这么卡？因为手机发烫，他手机发烫了。对，我手机发烫了，我可以把这个辨识度调一下。我没有没有，不用动它，不用动它。要连 WiFi 吗？也不用啊，满信号，还好吧。你好，有。怎么还在挂满？怎么还在挂？
上一刀，我们看到他，我们看他。他这个哇，幻觉，不错不错，直到35分钟。对。35、35。哦，10点钟先开始影喎，哥哥。啊？10点钟？系啊，我哋10点钟先开始影噶。你冇玩啊？啊，冇。OK。所以就唔系。得。因为佢都冇人。OK。但系帮我影多张，佢攞把刀仔咁样。还好。谢谢小星星。哦，点赞。咋个样咯？我在这儿。下水，我不能这么干。下次开山选算了。其实这边台它可以，它的场景也可以，但就是当铺也不能。哦，但如果你唔想见到啲人，系点样？或者嗰度咯，就嗰度咯。佢个灯唔得咩？其实唔系嗰度。唔系嗰个灯，唔系加插座，加插座。唔系嗰个你搬后啲，我影到佢。OK。我真的覺得很神奇，就是一件事，就是OK，但是你不夠高嗎？OK，那我好，OK，謝謝。為什麼他這裡有把這麼啱的刀呢？真的你是這樣走走找到的？是啊，他們
你呢個掂，呢個真係好神奇，我行佢兩轉。因為我係嗱刀咧，佢呢度應該有，但係咧。有七十分鐘，咁我哋第二場六十分鐘我都 OK 嘅，係咪？
挺可爱的。喂喂喂，咩声？我真系有啲唔妥啊！我刚刚那个什么报警？等等，不知道，好，应该这个。问一下小康老师吧，让帮忙看一下，算了，还是拍完。不是，真的，不，我要搞清楚这个拍有点问题，什么东西在报警？对。哎，没了，没有了。没有。哎，没有，不对。他是那一边，说好像很奇怪。赵老师，跟他说一下吧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张老师，因为你那一边不是房间里面的事情。我要好评。好啦，可以唔係我哋房，唔係我哋間房係嘛？係啊，後邊。唔係我哋間房就冇乜所謂。我就驚我哋房唔知有乜嘢嘢。你可以坐在這邊，然後甲方。不是，你們我就覺得你可以是你們兩個任何一個人站着，然後另外一個人抱着腿，對，就是這樣，抱腿。那我坐，還是你這樣抱，你抱我抱，都行。都行啊，对啊，这样子，因为你两个完全都坐下来，没那么好。哦，没嘛，我想他是坐，他是站的。可以啊，他做一个。你决定吧，你们讨论。他拿那个动作，你们是这样，这样的一个动作，然后他上面的就这样看一下你这样的感觉。缺。我到底是站还是坐？我现在是坐。对，因为你的下水，你的腿，所以让我有点憋气的感觉，之后你才做到。对，然后这样。对。然后他。对，但不要往这边，这边是脸，这个声音真的很恐怖，真的。这边是脸，所以要不要叫？我去问一下这那个。真的，他在照外面。没事。Hello， 小康老师。和弟弟赛，你好。没事。弟弟赛，我尴尬了，你又来。我们在报警。还没挂。挂着了，回来边。后面还在。哦，唔使理佢，唔使理係嘛 ？OK， 唔使理佢。OK， 繼續。我應該點？你就咁樣靠住，跟住佢就喺度咁樣，咁樣。你將個燈攞翻嚟啊！哦，好。係近。係。大叔生，有電咩？跟住呢邊就應該攞翻嚟做。仲有50%，可以。好啊，你個鐘啫嘛，點個夠？剩翻20分鐘啫嘛。一個鐘點個夠？呢度兜。哎，就翻到。都很困了。老老是往後掉，我就頭吃太重。太重了，没办法。好重。谁的毛？这假发那么重吗？就是我那个特别重。假发的头顶，有点重。我的头顶特别重。我是没有把它弄好的感觉。没有，他已经弄了好几次了，就是他太重了。夹的不够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头真的很重。加根钱。然后这个衣服还好，这个衣服也很想买。咱就是说，今天的衣服真的还挺高配版，它有很多版的。对。我这一套就贵了。你的那个材质看得出，要低配版的就很像纱一样。我有暗纹。你的这个衣服如果穿了之后不打算再穿，你可以卖给那些同样是 cos 的那什么小姐妹。租出去也可以。租也可以。他这套是租的。而且他这个是要定制的，所以我一时半会是没有办法搞的。一般来说，像那种高配有很多的小配件单独买的。不懂。就很不会完全开始。都是定制的，什么3D 打印。3D 打印。3D 打印，这衣服能 3D 打印，小姐姐不要。好的配饰，啊，配饰。我之前拍的一个那个，特别多都是那个男方拍照吧。好。你的钱也是钱啊。那个绳子不是，没当军那个你站起来。我站起来不太高。对。你这鞋子。哎，我抱住。外面抱住。对啊。你帮我穿袜子，那你往前站。对，往前转，你就单腿，然后伸前来，然后他帮你穿袜子，脱一半嘛，然后穿一半的感觉，那穿这么。他这个穿脱，就到小腿在这里。那我就没力了。那我去测，足够的测，这样。看着我吧，看着。看着我们就行了。对。可以吗？嗯。但上面的确实没。真的因为他的这个有点小伤，我帮他打一下。哦，没关系。那我都是上面。那你要不换一个位置？两边都伤了。两边都伤了，特别严重。干嘛了你？你去玩。他全血，直接我见他的时候，我骑地上就摔了，直接擦那个马。好，下次要小心。我以为你是去玩滑板。所以开的话就拍我就好。哦，没关系。那我把后面虚了就好。
给你个背吧。嘿，咱就是说送一个。那就可以了，一个大背，一个腿。头往前面仰一点，没光。大地。你的地跟高我有点控制不住。不要说太高就太高了，小花，低一点点，浅一点点，对吧？哎，可以可以。因为它的后跟特别光。OK。看往下了，可以。哇，好恐怖啊！咋地吧，声咋了？没事，三个猛男在这里。我俩睡觉都很先放我这儿呢。我看这边太高了，对，不是，他本身妹子就高，然后又穿了一个。他没穿胶跟，他是皮的，皮的是吗？网上看一下，他就变成纯腿，然后就脸部出镜纯腿。什么？你说这个刀子？等等，我会入镜不？给他把那个腿上，给他小小的拉。我不入镜的，我过来一下。当然其实也没事，我去看他自己撕。他回去。胸有点大了，我。没有。往上看。对。对对对，就是要烧一下他的腿，对不对？烧一下。烧了已经。真的。你是想摸，是表达这个意思是吧？不一定是摸，他用手指甲刮一下，轻轻的。哇，你好会啊！这个很累的，别聊了，好吧？我怕你们睡着。捏一下他的小腿。捏。捏。捏，真的。就一点点，大不行，痛。哦，可以。捏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这个，可以。那上。那我来拍一下，对，来看一下。海光。摸一下他的手。海光。哦。我先打光了，现在怎么打光？没事。其实啱啱嗰几张我边档。我边档都 OK 啊。我觉得大佬，我系讲话拍脚咧，就系影得明显，你全程喺度喊啊！咁假唔得啊？可以，我冇假，其实都有嘅，我面都有嘅，不过。没事，说明你的脚丫子好看。我的脸拍多了，有点嫌弃了，有点。谁？你没有男人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被打过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妹妹。妹妹还小。我知道是妹妹还小。我们都是在开玩笑啊。但是妹妹不知道，你不要吓，她是大学生啊。我也大学生。我30年前。她刚上大学。刚上大学啊，太小了，大一生活很美妙的。哦，这样吗？后面。我看一下，慢慢，我可以抬下去。OK， 我操，这个声音真的搞得心里。我望明佢啦，我见明你，佢个头未搞好，你搞佢。哎，你先把那个思想，不是上面把头没搞好吗？好的，他的头就是摸头他，帮他，然后帮他那个把那个摆正就好了。对，你用你的手，哎呦，我歪咗，摸头他这样，要帮他摆正。顶，啱啱歪咗你个头。你一直摸的，有点痛，所以你不要轻打一下，很美。哦，可以啊。就是刮伤了，会刮住，刮伤了，住呢度，就风刮嘅话。是这么，都小心啊，我们是拍照。千万不要就是受到伤害。明白的。啊，然后想说，我就半年就治好掉。没啊，你那摸手碰着就好了，就不用打了。对，动手掌这样摸头，这样摸着他的头。对，然后实际上他是帮他扶着，对，又很自然的感觉。我等一下能不能也能享受一下这个摸头沙袋？我享受了。好不弹啦，对，但系佢咁样刮系会穿斑好多。呢个好痛噶，哦，呢个好痛噶，我都好似攞。这边已经特别痛，后面那个锚垫行不行？它是被破坏的锚垫。罗斯，你后面嗰个
尖啊，嗰只。哦哦，可以，呢、這個可以，呢、這個可以，呢、這個。唔係呢個，下邊嗰、那個。就他了吧。对，然后用他的身体挡住就好。太大喎。挡住咯，我嘅身体挡住。喂，其實有遮喎呢度。神只可以打遮。都係遮，係咯，都係遮，都係遮，都係遮，係咯，跟住你咯。摸頭髮，跟住望一望，係啦。咁個身高差啱好咯，有時候身高差。喂，身高差咧，個頭差唔多啦，太多都唔好。頭先公太唔好啦，刀刃那個後面那塊，不是你，對，要看到，對，你再按着他的頭就好了。那然后饮的话你帮他倒点水就好，就拿酒他也帮你喂喝酒摸头又喝水了，哎呀也确实贵啊，确实有点难度啊，确实但我看后面给点姿势，直接怪我这有点残忍，那我看后面给点姿势好一点，应该这样子。你突然有东西插进了我的头，长了，好重的感觉。没事吧？哎，没大没大，刚好。其实我想你们两个就是稍微笑笑，都把牙齿露出来一点点。哎，不要刻意，就是可以，就这样，一点点，不太多，一点点。好，谢谢。很正常。晚上是回花园酒店去休息吗？ No， 不是黄金妹，你真的没有。我今天中午没有。我晚上这么花。好像可以。可以有点挡光了，他这边光正面，这边还是这个灯打的稍微有点的问题。主要是灯是打到这边的，然后这边是灯打的会有点，过来这边吧。好，给我一个眼神。可以，你先拍。等一下他过来这边，我就不搞了。好像不是很够光。哎呀，光是什么？其实要看到多可爱的骨朵。嗯。你吗？对，然后可爱。那挺贵的，他这一张出了很多片。不早说。哪个？没有，发了很多片在群里，自己看群上线。没有，很多瞬间。哎，可以拍了。可以。哦，声音被骂了，就被骂了，被骂了，声音错了。可以，好可爱的样子。你戴个什么？你们都好可爱啊！那是谁？我觉得就是有点，因为它是你的宠物嘛，你的小爱。赢下去。宠物又是什么？它本来就是它的宠物啊。柏林本来就是你的宠物啊。你是说那个角色？对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多了。我第一場嗰啲挑逗嗰啲冇嘅，點解我哋？佢挑逗啊！你想點挑逗？你啱啱我唔記得咗好多喎，第一場。那你摸一下 T 姐的腿咯。这样好像。好，那个买有咁就放低点，咁就那就要拍那个视频。你这个摸。哦，我意思还在直播，我感觉我直播还在直播，我的天，我被人骂，我也没被人骂，有没有被那个？哦，没有，还人不在了，没人在了，卡是不保了，别当了。没有，还有啊，因为一直在有一点，没有，小康哥哥在休息了，小康哥哥在休息。哦，挺好的，哎，没事，妹。那我现在要干什么？你看一下他们要不要？没有，我没有挑逗，我已经差不多了。我你要挑逗什么的？我啱啱系啦，啱啱嗰几个，佢啱啱咪又俾我好似好近，你们两个脸很近那种。那要做一个要亲吻的样子。对，做一个要亲吻的样子。对，好看的。其实头稍微有一点点，一个高一点点，一个低一点点。现在暂时低不了，因为我的那个。不行。好，明白，明白，你像他那样望，可以，你让他那样望，然后他
可以不要。是吗？行不行？好，给大家望望睇睇真。来来来来。这边来这边。没事。前面没准备叫我看的是。这位好看哦，好好看。对对对，这样打着了，刚好。好看哦。哦，这个好看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好。好看。哇，对。帮你过吧，就算了。那如果我是导演呢？等一下，我觉得你的那个腰不好。再再回去一下，刚刚。对腰吧，我还是腰。对对对对。往腰上。哎。哦。往方很，往方很啊。但是可信可信可信，慢点往下。对对对，来来，刚刚那个动作好看。下一个，你可以不用腰，就是往坐一点点，整个往后倒一点点。那个也是吗？哦，行，可以吗？你要三二一吗？可以，还是用三二一吗？是这样吗？然后三二一。对，三二一往后倒。看你吗？因为你的腰，看他来，看他来看你。呀，你先看他一次，再看我一次。对。腰弯一下。我不对，不是往后腰，就是。其实是挺胸，因为他现在的含背有点多，只是挺胸，往后弯一点点就够了。可以。那我该怎么？还是这样的姿势一样的。直不了一点，因为我的手在这。奇怪，还是抽回去了。其实那个是可以的。哪个？对。我狐狸。看一下这边，对，对，你们两个互看就可以了，不用看。对，好看。对对对。习惯了，这样。嗯嗯。看到你，看到我，看到我。对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OK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没动作。仲有五分钟，你就有咩谂嘅？那就拍腰，刚才那个视频嘛，那个撩腿，他撩你的腿。他说撩，我咋不撩？要不聊，要不聊，要不聊，不聊也行。什么？你看你们了，不聊了那就。挂会被挂了，真的会被挂了。那算了。现在。我们还想混下去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对。OK， 现在你是怎么样？你是停止还是怎么？我不太懂啊。继续。因为我等一下应该想跟他合几张我们的视频。OK， 明白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哎，对，可以，就是。对，这样帮他。帮他扶着，你就帮他整理那个东西。哎，后面有点路径，不用等一下。哇！等一下头，等一下头。你先看后面吧，先看后面，先看后面。先看他们，先看他们。对，就你回头。对，后面有人，先看了，还有点路径，还有点。拽头，拽头发。我一直在往后面。你不要再，就不要夹了，就是贴着它就算了，就不要再夹了。就你用你的手去按着它那个位置，按。歪了这边一点点，对，因为夹其实你用的话就不要夹。啊，你看这里有人都在说什么东西在一直响。好，来看看这边。本场点赞799，不懂啊，咱们。头抬高一点点。对，好看，对，好看。我还有高，还有高高度。好。哇，这个。我看一下。你帮他挡下光咯。冇事啊，你如果唔怕就佢怕嘅话，挡唔挡光？佢挡，佢自己啲光啊嘛。自己挡自己光。因为我上面。他经常这样的。我已经。他在漫展的时候就。是吧？他漫展的时候会一直只盯着你一个人看。光吗？好，我只是路过。你又只是路过。我这是闪光灯啊，为什么会挡光了？我是闪光灯哦。哎，有闪光灯吗？啊。有闪光灯。望个环境。嗯。听到你讲，睇咗场内嗰度有上啦。OK， 下一个。我用翻。我冇啦，我已经基本上，哇嘿。好大个。嗯。不算不算不算。我有好多。哎，为什么你有个罩子？呜。加了个罩子，我光。没有那个罩子。好啦，我已經 OK 了，我就最後揸一次油得啦。好啦好啦，夠鐘啦。兩個鐘。邊度重新巴閉？好似隔離房間。OK。OK， 辛苦曬。好，謝謝小姐。謝謝，我下次我的全。好嘅。謝謝。我哋呢個全部十分鐘。
分鐘可以。佢自己睇下，五啊八分鐘。嗯，佢自己諗。邊個先生？你叫佢嚟加。沒事沒事。哦。沒事。佢八點半先開始。啊。佢點頂嘅人數先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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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小姐姐两个人一起合个影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要太计较，我们都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刚刚确实那个时间没有空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都开开心心，来两个小姐姐一起吧，我们就他没改的时候，我要改的，我改的，他没改的，没有，他没改的，我改的那时候咁係啊，咁佢個第一場多十分鐘，你而家催命咁趕咁，來大師幫我批啦，批好唔公平喎、啊！兼且你又遲咗，係咪先？唔好意思，呢啲嘢唔係咁噶嘛，係嘛？睇旁族啊嘛，得撳我光 ，OK 噶啦，你我佢有事 ，OK， 邊度啊？呢度？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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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門，等你啦。打橫嗰啲喎，得。謝謝。好，谢谢辛苦了，我早就在那边。你抱歉，今天迟了一点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等一下卸妆吗？好，那我就合照一张。可以啊，你要怎么样合照？好，不用。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头拆了？拆了吧。这个不是，他可以，还是他可以把你按住。就你们两个坐一站一边，他按着你的头就好了，就这样。我要这边，我要打光。因为他还要回深圳。啊、回深圳了、啊？你怎么回啊？我顺风车之类的。我估计顺风车。顺风车吧。我手机。所以就是尽快的让小姐姐赶紧好。好。灯光上就是要打个光。好感是今天就这么过来，然后就来拍完马上立刻走对吧？对，哥哥还带了灯来，特种兵。嗯。哇呀！好的，知道了。感谢你还带了灯过来。他们有吗？他们不够吗？放一下。系啊，我都惊唔到啊，但系我自己攞唔到架，好嘛？啊，你帮我揿住呢个后边嗰个，揿一揿住、这个。你拍啦。哦，对哦。哦，那没事，你帮他按一下那个，按一下他的灯。哦，那个会露出来吗？会啊。掉了。然后你可以近一点。原来这么大呀、啊！我都有啊。如果你咩同你上？哎，我好像没看到后面的。走出去。马上，我要进入了。你好像没看。哎，我是偷吗？或者是你靠近一点点，对，你下来，他都会戳到你脸，你下来，你的那个，我的耳朵会戳到他，就是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死了，我刚刚没事，没事，希望大家都开心。希望你们拍得开心。没有，拍得很开心。那我说说祝你们互相有挑笑吧。好，谢谢。来，给老师报销。白白的，还是我的。白白的，是白白的。相机。哦，贴了膜嘛。你看看是你要哪个？粉红桃还是关于对？安阳那个。昆明的。和另外一双的。还要想。想一下。警察，冇所谓，不过系，咁样。時間唔啱啫，唔公平啫，有啲。我下次自己記下字咯。唔係，好事冇事，即係你係咯，第一就時間先。我真係好開心。我真係好開心。係咯，這個我都睇住時間嘅，都係即係真係十點鐘開始，咁佢58分就入嚟吹。咁第一個第一場又係點都六十。係啊，冇關係。因為佢第一場他又話啊加多十分鐘咁，即係唔公平咯。我哋又要等係嘛？我哋基本上又要打的士啦，又趕唔翻去嗰車。我係諗住，其實我一開始都係諗住同你，早知我係第一場啦。咁我工作都係第一場。今天我係為咗你諗住打車，晚上回去深圳要注意安全。真係係咯，唔係我係第二場嘅。咁我諗你哋第一場人多嘅話，我就。去後面那場暈啲啫，咁我就諗住，如果你話，所以我特登睇過，你記得我喺外問，記得咁個車，
咁你話我一點鐘話我諗九點鐘開，咁十點啱啱我趕到，咁啊冇事啦。所以我都係兩件事咯，係咯。冇所謂。我都係知音不知話，跟住後面應該會做得比較好些。嗯。差唔多，還沒，我感覺是打算唔住啦。嘿，因為佢中間嘅後邊，應該係冇人都少咗，其實你喺後邊，佢屋跳埋咗喺度，跟住佢第一張單又喺度。係我呢啲講錯，其實第一嗰時佢一開頭都一張單又，一比較耐單。哦。四個人一個。直接係咯。O K 嘅，好似。然之後佢俾咗。好少少佢嘅時間出嚟咯。係咯，唔係，嗰個用唔到啊！嗰個係佢未見到，因為沒關係，沒關係，以後慢慢學嘛。廣東話其實也仲好學。加多品，然之後仲俾多。沒事沒事，他超時了是要加錢。係啊，我知。太多嘢本身。但係你係佢點？咁佢係幾點開始同你計啊？而家八點。佢應該係起錯咗，因為佢一個人幫我打針又咩嘛，佢先。唔係，我即係話。你係幾點開始幫你計數？即係幫我簽一下。你係話你八點鐘計定八點半開始拍嗰陣時計啫？我明白，半嗰時係啊。如果你係八點半開始就計租嘅話，你都係兩個鐘啫，係嘛？係咯。但係我點樣問佢？有入過嚟問過係咪開始？有老闆入過嚟嘅，因為組織和參加活動是兩個概念。組織的話，他會遇到很多想不到的東西。因為他如果佢你租咗個場地嘅話，所以我覺得你拍的那他兩個看的那，我都係佢哋嘅問題。我都未放手，你放咗一半，然之後你到時候放下了，跟住啱啱過嚟食就問，因為我化妝，我要看看你們在上面說了什麼。佢哋話要幫你哋邊放。啊、这个景在哪？这个景在富贵庙。我想我就好似问小康，跟住在富贵庙。嗰度正嗰个嗰个头嗰啲男性，佢我冇睇到佢点样嘅。帮我叫嗰个整嘅。谢谢。谢谢你，很可爱。那我发了啊。啊，可以啊。我看完了。我觉得我每次拍立得都可以吃。哦，我说的不是发拍立得哦，我说的不是发拍立得哦，他拍真会磨的吗？不会，十几年都不会。他会磨，我都磨得皮了。我话佢影嗰阵时，就系本身有啲磨磨唔使唔得。好搞笑，佢哋问我，T 姐呢？然后我想了一下，我喺呢度。你识啊？请你讲。哦，影唔出嚟。佢影唔到我，会差好多咩？今日嚟唔嚟？今日系嗰个。伊米座第一次找他吗？是啊，他是妆容的吗？ Cosplay 加妆，很有名。哦，那为什么不让他摘下口罩，让我们？他没什么，他没化妆。啊，素颜我也很喜欢。他非常漂亮。素颜，你看。那下次我可以把他的妆拍照。好，就这个。非常漂亮，腮红。他也谈得太快了，一下子几百条，怎么可能？我疯狂的，你在哪个？哪个？不要追过款啊，可以，你可以。有好多款，一款二款。哎，仲有其他你唔知嗰啲。啊，系啊，我就唔讲啦，吓嗰啲吓。嗰啲我就唔中啦。所以妹妹仔佢到时候翻学啦。我知道你点啊。我都很想让大家认识一下我非常喜欢的模特，叫好咪好难十月份，本身系话十二。CICF 系嘛？我要给他更满足了，那台放可以放，我放我进去。
没有，他说你有没有出过那些 OL 的那些装束的？ OL 黑丝，就是那种西装套裙黑丝。但是我觉得很好，那个，因为你那个，你看这个，我觉得他同阿那英国好似，系我谂同英国好似，真好看，就是很美好的东西。哪个？哪是泳池？难道是那种比基尼吗？我看好。你这是假发还是？假发，真的吗？那时候假发粉红色的，还是粉色。介不介意摘一下这个假发，我看一下。我知道他，你有个那个什么，有个网兜的。这种我觉得，你话不要那么急。其實如果咁樣，佢可以轉咗花痴啫，出而即係我經常睇嗰種出夢處都得，釘住釘住。唔係，但係佢漸變有漸變綠，佢冇漸變嗰個。你睇唔到他就挺好。佢釘住，他就說啊，釘住有漸變，對，他有漸變，不用戴假啊，直接洗個臉出門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出門就。其實佢可以好愉悅嘅佢。他挺好的，挺好，真的。我广州啊，我几个赛前四月约了他很多次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四月拍他，你拍他拍啥？他穿的那个。他是整的，你知道吗？女士嚟噶。嗰啲 JK 啊。JK 啊，哦。佢女士嚟噶。哎呀，艾叔叔发俾你哋。哦，好啊好啊。我已经睇到了，好靓噶。好靓，好睇。他们知道我这里出了很多神图那个，我第一个拍，他内饰也会拍，那一套你还记得？那一套我带他们出很多套。好的，可以可以，好的，下次因为有那些什么那种特别那个啥的，特别纯的，在这里拍超纯的，我能拍的。摄影师动一动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Oh my god， 怎么一直都有人就是还有关注吗 ？Oh my god， 谢谢大家。哎，你一来，比个心就加两个。啊，给你们比个心吧。我等下想跳舞，但是我手机有点发胖，我感觉播不了太久。是。Hello， 没有嘞。没有嘞。没有嘞。系啊。我很发色。哎，好粉，快来，耳朵挡。冇啊，好，呢个好得啊，呢个好想截图啊。好多唔系错，他们啲都咁。把这个，这怎么关？啊，谢谢李姐哥哥送的加油呀！谁能帮我截个图啊？截不了啊。可以关掉吗？他好像截图的话，那个评论就是一直会显示。奇怪，哎，我们想给自己截个图，要不你拿个手机，看不懂，两个拍个合影。截图，他们这样截就好了。怎么截？没有截图的话，他不想要弹幕，他会有一个那种，就是会有弹幕。那你手机帮我们两个拍一个。哎，他推不了。拍个他脱了假发之后的粉色合影。对，那截两个。怎么拍？我不知道咋截啊。怎么已经拍？哎，你看我的，然后你在那儿截。哦，他那里可以滑走。哇塞，你看没打开是什么？啊，你平时看这些的吗？
这个安叔叔，我想同佢影啲其他嘅视频咯，好吗？好啊，你冇问题。咁你坐下休息下咯。你要搞几耐？起码半个钟啊，得，打完咗先。你点知？啊，这样这样。怎么可以把它划走？是吗？啊！你看，然后我对来，好搞笑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这个还加载出来，他有延迟。太好笑了！你下停止。真的很好笑，怎么办？他有延迟。太好笑了！哦，对，会有延迟。我们想给自己拍个自拍照，然后我这里，等一下给你解说。哎，他还没有延到哎。然后我这里会有评论，然后他就用他的手机登录我的，进入我的直播间，然后把那个评论给划走，截到了，截到了，然后截图，啊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截到了，再来点，再来点，还有什么？也还有延时呢，还不是？还有什么？被卡住了。为什么我把它带上了？不带上。对，要带上吗？因为他们想看粉毛是啥样的。谁想？就是那两个。哪个？那个南派立德的。走了吧。他不是已经走了？上次。走嘞。我是不是应该再给你来两张？我想来两张。你严重超时。那我们还是结束吧。那就结束吧。不用。你可以选择一个。视频跟拍照只能够有二选一。那我选视频，我可以截图。拍视频吧。啊？拍视频我可以截图。拍视频。应该截不了的。一般截不了。我的视频你是截不了的。那你视频我拍两张，就两张，是真的两张。帮忙吧。我的移动窗。对到我手机里了，到处找了，在这里。下一次迟到的话，下次没有下次。我今天其实已经很早出门了，但是这个确实有点小久，跟我预计的时间差的有点远。关直播了吗？没有关，没关播，也就26个人。也就35了，不好意思，他刚一站过去就35，一瞬间。要给他怼我吗？还是不怼？你帮我。我的拍摄手法是不一样。好啊，那我要做点什么？我要穿鞋吗？不用。做你个不是，又掉了。要拖的，这怎么转呢？我的头发一直掉，会转，一直在转。他应该是拽着。你可以就是，我找到了，你可以拨自个儿，我找到了镜头翻转的。你可以拨自个儿，对，你就拨自个儿就行了，不用拨我，我这边不太方便。好好好。嗯。你要看我 OO 谁？又 OO 谁了？对呀、一个卤蛋，然后手绢也摘掉了。不是，你说在线卸甲。在线卸甲。在线卸装备，爆装备了。在线爆装备。不是卸甲。卸甲。就直接拔那个。他已经卸了，已经卸完了。单线卸甲，戴上全是在。小粉毛，不大三千吗？大三千在直播间，他是我小粉毛。是你、小粉毛，不要看我，头痒了。卸装备了。你摸不到我的头痒。我头痒。头好痒。哎呀，头好痒，差不多了吧？不管了，打完它。哎，好了，不痒了。不痒了。他这个不是，他这个衣服真的好复杂呀！我上一次拍雷电将军也是有个人帮我穿衣服的，我自己搞不懂这衣服。真的搞不明白，我在家跟你说了。瞬间拍完了，所以现在是准备。我就觉得你会问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回得来呀！我老爹刚刚还给我打电话说。实在不行，我给你订个微信。没事，他说我也可以顺风车回去，也可以高铁回去，但顺风车会比高铁晚一点。在线脱衣服，缝不了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卸个小装备，我又不脱衣服。你看着有，有包的。你又包装备了。王大吉。我就包到这样，我就不脱了，我就先把那个小线给退。
你要不把你看我直播把它关掉，因为到时候你回家有没电。这个谢谢贾教练，在线。哎，你这个不行啊！你这不行啊，听到没？你这不行。什么在线 OC 吗？就是。你摸啊。你摸一个。他不是很诱惑的小狐狸吗？没啊没啊，错了呀，黑哥哥错了。啊，鬼带呀。鬼图。妈，我又怕哥哥。你要往下放吗？妈的，当然行，我又怕哥哥。我没咁怕的。我要怕怕。打好，打好吧，打好没讲，我好憋，没事的。你们头发会太下，好没有？哎，三个。嗯，为什么我放大不了？我放大得了。啊？我把那个光拿过来一丢丢。对对，老换，老换。这样。好，正面，你有咩啊？
光的。要远拿，还要远，要远，要远。要远的。会打脸上吗？啊？没有，我只有。这里。啊！妈，还是光啊！哎，我羽毛，我没用过羽毛。我是毛的吗？我毛了。啊？我毛了。有吧？有晒。打水。走，有水，有水，有水。我要预热一阵先有效果嘅。哦，那就不用了。哎，它有跳动吗？你先开咗先。有啊有啊，先有啲加水。要唔要讲？还在直播吗？他还在直播，我他也得要三十了。为什么？雷神呢？雷神装备已经换完了。对，有空镜，然后还要三十多个人在那待着，笑死，震惊，看不到我吧？他也不知道，你看，我现在把他翻过来对我了。雷神呢？雷神已经大变活人了。大变活人，惊！直播两个钟仲有电咁犀利？冇挖过人，没看神迹。執啲快唔執，係 OK， 少啲嘅眼唔得，再睇一二三。當我想要做魅惑動作的時候，我的眼睛老想眯一下。眯啊，正常啊。好，跟住攞個酒壺，攞個酒壺，攞個酒壺咁啦。啊，係，繼續咁得啦嚇，唔好啦。我哋準備一、二。再来一次啊！一眼睛睇边度？眼睛睇个脑个位置，低啲啊吓，低啲。唔系喎，唔使咁埋乜，唔使咁埋开少少。我只是咩啊？要不要装点水进去？假装已经有高到了。有啦，已经流咗啲啦。唔好咁埋，唔好咁埋，高啲，即系好似咁样，个嚟个樽嚟个口面啲。已经流咗啦，怎么办？冇事，唔好理佢，系。OK， 好啦，塊面轉翻鬼少少。嗯。唔得，佢將我個眼擘咁大，我哋唔好擘咁大嚇，我哋準備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。有啲僵啊，個腳。好腳，唔係一般嘅腳。唔得啊！呢個唔得。唔好，繼續唔得，太僵咯，係咪啊？唔得，佢死魚咯，唔得，好僵咯，死魚，唔得，隻手有啲僵，再嚟啊，再嚟啊，再嚟啊！嗰隻就你可以放鬆少少，係，我望下呢邊啦，望下呢邊，自己望，高啲，高啲，舉高啲，啊係，唉，係啦，冇錯，唉，下巴低啲，下巴低啲，低啲先，唉，係係係。OK， 有一張，兩張有。仲有，我未特寫，我未特寫，你唔要算啦。要。唔要我走噶咯喎。要。哦，你仲有啊？呢個包仲要打嗎？咦，好似五十咧？嗯？好似五十咧？唔見好似五十嘅。等我一陣啊。你定了一个时间，我就会醒来。你如果要五六点也行，因为我的亲友可能也五六点醒，我想让他在床上摇醒我。啊，震惊！他要睡，他要女扮男装。哦，那我问他出什么了？排球少年里面。哦，橙毛还是黑毛还是？红白相间，然后的对象。各种。打哪个？刚刚那个吗？嗯。打少少光芒。打呀。打慢啲，好 OK。有一個望我，望呢度，唔係，望呢個位置。OK， 我打一，低啲啊，低啲。好，望一個咁。唔該啊，唔該啊。等下先，等下再嚟一次。好。
来，给着，给着，给着。哎呀，我反光了嘛，快点。好。我反光。我有反光板。不是，我没有反光板，你错了。一块纸巾够。呢啲我係唔會愛穿嘅。咩？我話我呢啲技術係唔會愛穿，一般老師又唔會抄。哦。技術不會外傳。一般冇人會抄到。哈哈哈！我唔會抄。你是羅王靖嗎？他不在開直播嗎？哈哈哈！大家睇唔到，睇唔到，睇唔到。好啦。唔得唔得唔得，你自己摸摸試下，試下先啊，睇到唔得先，唔好夠油好快先，過嚟試下，打個塊面，打個塊面，唔係面啊，個頭骨打，打呀，最準了已經，我過來一點就。来，等，不行，快点。打到脸上了哦。好，再转了。OK。重要。转到正面。好的，再转。没了。烧不烧？烧还不烧？烧，烧一烧。好，你这个，唔得，我调下啲光先，光唔啱。我需要啥？我告訴你，下次呢我不出聲了，我直接叫我幫你。我錯了，我錯了，是我的。來。是我的。我已經預告時間了，但是還沒預告。來一次啊。來，剛才我就 OK 了，來一次。好，來，潑水。等等先。表情包。我發了個表情包，不過算得冇事。再嚟一次啊！睇先啦，冇，準備3、2、1，唔夠班，唔夠班，所以唔夠工，再嚟一次，再唔夠工，我嚟準備啦，等等先，1、2、3，好，冇。嗰個嘢點解斜咗嘅？直啊！嗰塊嘢點解斜嘅？三角形。大方。係啊係啊。冇事啊，你嘅就放翻好嘅，唔得唔理佢唔理。再嚟一次咧，準備睇下先嚇，1、2、3，跌。好 ，OK， 呢張得。好，第一張斜啲嘅咁樣搞掂。係，冇錯。好，幫我打住啦。打緊啦。OK， 望我呢面，係1、2、3。好。OK， 我跟住全夠。冇啦嘛。直接九分啦嘛。喂，我喺面打。打我面喎。打，打八圍工，唔好打佢啊！係。OK 慢。喂，上面喐啊你，好，望喺呢邊，再嚟一次，喐，等陣啊，叫個位置，好啲好，得，睇呢度，好嚟，望喺呢邊，1、2、3，可以交換電池。啊？冇電，啱好。俾你先，幫你拍幾秒嘅視頻，幾秒啊？多一秒我唔想拍。好可怕的那人啊！緊張。Thank you.
那个也拿住一双，等你，哎，要第三，毛的做的是，大家啊，对，来，大家快点，快点，我时间，一、二、三，过来，一、二，好，到到时间，快。好快有没有？不会染太多吧。比基尼泳池最近妹在哪里？嗯，仲有咁多人嘅？仲有47个嘅。车，这个顺风车是他直接我一个人。哦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不过就是我要付高速费而已。啊，每其实都要付的，我在这边打，我都要付全款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全款。只是说拼车的话，就是大家拼一拼会高速费。我跟你说个，我之前碰到一个骗我高速费的，就是、嗯、他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人，然后他跟后面知道说都是特意接的，我知道是300，然后我是价格压低一点。小姑娘耳朵还挺灵的，我心里想说，不过我觉得还是如果太晚的话，是去的话还是注意一点，就是到的话给他。那还是个女司机。嗯，那你发个那个你们行程分享，我可以看。OK OK， 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那因为是女司机，你就信她。女司机，我还怕她。你打个笑话给我。好，我发个即系这个油嘛，不要放下去。冇咁样咯，即系冇挨埋，挨埋去。等下先吓，你准备下先。一放嚟先，只手放嚟先。一、二、三，我放上。好，我嚟一个近些少，嚟一个近些少。我再来一次啊！你准备？嗯，我冇。一、二、三。冇，头盘。好，你准备啊！再来一次。一、二、三嘅，嚟。哦。再望一次啊！你准备？一，你冇做多余嘅动作，叫你望你先冇望啊！我先放唔放？啊，放低先。我哋準備一、二、三，好冇 ？OK， 跟住就係嚟輕輕喐下。我哋準備腳喐下嚇，啊，等下先，唔好喐住。準備一、二、三，好喐下。好，再嚟先。拍埋呢一個帽啦。再嚟一次啊！一、二、三，等等，一、二、三，我哋咯，唔係啊，你咁啊，喺呢度咁傻嘅，咁啊，快啲試下，嚟準備，一、二、三嚟，我嚟一個全身嘅，誒一個攞手樽嘅，我呢個攞手樽嘅，直接係。即係望我哋，望我哋度睇。我哋準備，好，我哋準備，一、二、三，好望我。
再来行，好嘞，准备。一、二、三，红包吗？就五啦，五啦，你好，再来行。一、二、三，红包吗？好 ，OK， 收工，开工。好，三哥，多谢老师。耶、yeah. ！多谢各位。耶、yeah, ！我要喝我的椰子水。都唔需要烟，我啱啱啲烟都多完。烟冇啊？都佢冇。都唔需要。我冇烟啊。冇咪唔需要。不过有就更加好咯。唔要啦。嗯。唔要啦，系咁啦。卸甲。收灯啊！收死我。啊！想拍个。个想拍个。想拍个跳舞来着。拍啊！我的。但是我不知道跳啥，我摇两下就好了。你叫啊，咁大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系我。那么大的脚。系我。不叫他。一米九。一米九。我想学跳舞。你知道吗？等等啊。我都知道。好，等我啊。那你跟他讲。佢唔俾邊個？佢俾邊個啊嘛？佢俾邊個？佢講我名咪知啦。你戴口罩能入境吗？哈，我可以吗？你要跳？我想跳个舞。我知道哪个，我跟他熟悉。我想跳舞，老师们。啊！在学跳舞了，因为我不会跳舞。我想教一米周老师跳，教我跳舞，给你们发一下他的那个，谁帮我分享一下好了？他的一米周一。一米周一，但是我其实也很腻哦，哈哈。哪个一？我的一位哦哦，打错了，一米周。这个一，我的，哎呀，我没打错，可是他老是不出现呀。一米周，你打了个细。一，哈。我知道这个。一啊，打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喜欢吃薏米粥吗？不是。薏啊，我找不到那个薏字，我要崩溃了。我看看哪个薏呀、啊？这个啊，米粥，薏米粥跟木下，好，把我们两个捆绑，笑死。这个，谢谢李健哥哥的加油呀！他刚送了我一个了。啊，谢谢。哦，真好。为什么又在关注了？谢谢大家，真是太爱了。嘿嘿，好，学跳舞了，怎么跳？这真不会啊。这个，哎，我给你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给你送一个，不要送我的，我们照一下。啊，要一点了呢！天哪，你就是又干到凌晨，要喝。喝水。但是这是我的吗？绿茶是我的。我明天你噶啦，冇人噶啦，快到。这个真的好学吗？我觉得很复杂。还行。之前看别人后台很硬，都是跳这个的，就他们发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他后台很硬，然后他就跳这个舞蹈。哎，他没有经验的吗？你看觉得好一点？这个、好像也不是很硬哦。对。也没有很硬啊。很简单，其实。要现学舞蹈了，因为我想拍个视频儿。但是我足多了一天，所以我明天还可以继续带着我这一套回家。就是先这边左右，这个是要立起来吗？对，就立起来，就是类似于这种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这样吗？它是这样还是这样？立，我是立这样吗？立的啊，整个立完的，嗯，然后可以不用这么立，稍微有点脚步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啊，现学，对，就是一学全部走光，神奇。为啥？加班到现在，就是一，来，二，你们两个不需要吗？不需要的。这个不要吗？把这个要。走了。我把这个来过来。八点四，八点一下，走过来。
要不要？两个大老婆，要好像很有点小量。要不要？两个大老婆，唱歌我先记住。笑死了。那我给你一点吧。给你一点吧，你们先。等一下，八姐不要想是谁。OK。好一点吗？是哪个口的小孩？好一点吗？好一点吗？可以很好，超好。老。超棒的。然后呢？就是转个花儿。对，一二，然后三四转花。对呀，这个是平的吗？一样的。对，立着的。二，然后三四。转个花。再转个花，然后手放这儿。放下这。对，你不用捏着，你就直接轻轻的捏一下，然后手就是一二三一。对。可是我的脚怎么办？我不会，这个我真的不会。你就是脚提起来，颠一下，然后这样点一下，点一下嘛。哦，好像又会了。啊，我很会了。好，然后呢？再来遍。一二，转个花，然后放这，滑一下，滑一下。哎，你扭的很好。没有，我不会，不是老师。老师扭的好好，这样。对，转一下。转一下。对，然后再就画一个叉，打一个叉。打一个叉。叉。那这个是叉，然后叉。对，就一这样吗？二，然后三四这样打过来，就一二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两下颠，你怎么颠好就怎么颠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对，就大学老师，你看，因为他会，他担心我就是老师。这样，然后呢？就划一个叉，三四。他这样的时候是起来还是放下去？就一二，不是，就是我的手跟这个是怎么？你怎么律动怎么来就好，你习惯就好。你可以只划两下。不是不是，来你扭一下，然后停住。我都是，不是你扭，然后停住，来我看一眼。就我是这样停。对 ，OK。下去的时候这个是高的，对提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对，停。OK， 下一步，然后再划。哎，等一下。他是很多下的吗？我以为就一下呢。四，你可以四下，也可以两下，就一、二、三、四都可以。就这样感觉我肚子很顶，我感觉我应该是哪里错。我一学舞蹈立马走。没有，我就是立马走了，好神奇。好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喜欢我扭动，他们喜欢我就在那坐着，美美。笑死。对，你可以就一、二就可以了，就简单一点，对。一、二。对，就两下，所以下来的时候其实他也上来，对，滑下来再上，滑收滑下来，这个是这样吗？对，就这样子，你只要抓，你不要握拳头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这样，这样轻轻的。哦，它其实是打个叉，是不是？对，打个八字嘛，打叉，对。对。然后我的扇子跟着我一起走。对对，然后下面就是一二三四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他就是这样，我也不懂，不是很懂，奇怪哦。哦。好了，我好像会了。这么快的吗？老师你好厉害哦。等一下。哦，就是他是往左右。哎，所以你是回到深圳了是吗？我那边有滴的声音，对，他警报铃，警报声，所以他们走完了，他们不想听这个，不想看你跳舞，因为太刺耳，他们就走。没事，跳舞来放歌。你会了吗？我要跟你讲，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五、六、七，踏出来，然后对，踏出来，直接六、七，对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然后撒花，四下，撒他还是撒？就左右，四下，对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我的手是不用动，就是直接撒。对，直接撒，你可以扭一下那一二三四。对，一、二、三。嗯，要学会了跟我打。最后就是结束的，再转一个花。结束。然后就这样。要转一个花，然后这样吗？对，你这样做一个弧形姿势就好。哦，可以的，啊，好好看啊！啊，学会啦！跟着音乐试一下。我不知道第一步是哪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他好快！继续。哎，给我放个慢动作。听音乐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啥？二二三四三花五六七八，是这么简单？哇，你好会教。
可硬了。就是最后你翻花顺手一捏过来就好了。嗯，就捏。他们觉得后面太吵，所以他们就走光。我一跳，我立马走人。他们是正人君子啊，是真的正人君子啊。你听的音乐我不熟悉，听一下。对对对，是的，你这边甩的时候手在前面，这里手在前面放着。哦，对，这样一二三四，对，是的。嗯，你如果觉得扭太多，你就一二三四，就扭两下，就一。三四，好，是的，你学得很快，你学得超慢，谢谢你教的好。因为我学舞真的很慢，不然我早就跳了。你要录一个吗？录吧，录。可是我不应该播，录很多遍怎么一遍是过的？其实他不会这么严格，但是又是。你拿我手机。我在手上。半身、全身、半身、半身吧，你可以穿鞋。半身吧，半身你就不用穿鞋了。其实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试一下。玩个三秒。就有班 friend 一齊玩，好似打王啲乜打法。都吧，对的呀，对的呀，对的呀，是对的，听到没有？是对的，是对的。等一下，扭过来一点，这边这边好一点，好啊。要对这里吗？对，这边这边好。等一下。来，对对对，慢慌，啊，对对对，对是的，嗯，来，三，一。对的，对呀，没事，我每次到这里就卡了，下来，我一定可以。把小康老师已经困了。来，三二一。撒汤，撒水，撒水。我提醒你吧，他应该录不进去。没事，就是录进去配音就好。是不是很淡？可以。等一下，我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啥？翻花？好。感觉我有点扭的，我有点傻傻的，我是不是应该人不要扭这么多？好，我们试一百，不要扭这么多的。嗯，看一下哪个。来，三二一。达到了，噔 ，OK。达到了。来。来，三二一。啥？翻花？好像还是扭，没忍住。因为我想动作的时候，我整个大脑是空的，我的脑子里只有动作。其实还可以吧，还可以，其实挺好的吧。对，好，再说一遍，然后就收工。可以，再什么？这么多一遍说。OK。哇，那好快呀！你看我眼对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来三二一。
对啊，就是这样的。错方向了。啊？我错了是什么？你已经被我笑死弄晕了。翻一下前面的牌，翻了，翻过来。嗯。我吸。笑死。来，三二一。检查器，没事。来，三二一。啥？干花。好。好像还是第一次好。没事，多还给你选，可以的。但是这个最后那一帧特别好看，那我可以炸一个，然后把那边掀起来。可以，收工，谢谢老师。可以，收工，谢谢老师。天哪，你好贴心，怎么会有张良跟妆的？我头一次碰到张良跟妆的，你知道吗？太感谢了，他跟妆了。我说他不能不跟呢、啊。啊？他不跟，他去哪里啊？哎呀，没有。我们要不要合影啊，宝宝？对啊，他们该往他们地方去了。小心抱准备哦。啊，咋好不容易画了个这么漂亮的妆。嗯，我没事，我可以带着口红。爆妆妹，今天我是妆娘。可以啊。哦，对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工作流打造。可以。我的妆娘一米周老师。嗯，大家记得找他哦。他明天还会去 CP 展哦，大家记得找他集邮。笑死！给你。雪糕王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我点错了。这样。怎么感觉好男人啊？有点 man 突然。嗯。哦，好累，好可爱。啊！来个紧张吧。笑死！不行。激光，你的拍都紧张吧？我好想给你拍照，好漂亮呀！我跟你的相机比。讲话，掰下一点，我也往后。这个光线可以。三二一。好，来点可爱的。好。你的脸好小啊！啊，主要是美颜功能弄的。啊哈哈！来一张。可以啊！这个给你来点奇怪的表情。好可爱啊！好看。天哪，这还有人看吗？有，还有。笑死。啊，对，就是这种傻傻乎乎的表情。可以。好了，好，今晚再剪。OK。好。收东西吧，收工。拜拜。抱装备，唰开始脱。抱装备，啊！直播卸甲。一卸，我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戴这个，他一卸就特别容易被封，特别容易不过审。我怀疑是为了过审所以加的。包装备了。把东西挪过去卸吧。拜拜。说拜拜。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嗯，怎么关？嗯。啊，在这。